早安，午安耶！ Yeah, 现在就是大年初一，因为平时都是菜场有在拍 vlog 嘛，但是我自己呢，就也是想要记录一下，我的家怎么过新年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多无聊的过新年。对啦，没有错呢，又是猪肚汤，有最爱的猪肚汤。阿祖，嗨，嗨，快点，嗨。那我睡吗？垮垮，又垮！哎呦，做我的妆啊！啊！给人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人。哎呦 ，and down 呢？你看，哪里来的 gangster？ 讲 steady， 讲 steady， steady。哎，我还穿着睡衣，给他看。买的菜超爽啊！妈咪抱你，妈咪不要抱你，姨抱要吗？姨抱要吗？去走开！不要，姨抱要吗？要姨抱。要姨抱。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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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了，不要。宝贝，那个玩具拿走开。不要，头发的喽，是你的。各位看，这边有头发，帮我投诉一下这家店。因为我去 KL 拿辣椒下来，是不是这边吃不到那种辣椒？那边没有辣椒，KL 很辣，而且我吃辣椒啊，我剪一条我尝那种羊角豆啊。很辣很辣的，我只有顶不住，第四次是哇，怎么这样辣？每一口，辣椒，一个小辣椒，嗯，那各位我化好妆了，帮我拍一下，你自己要翻过去啊，把你这样看，哎呀，噔噔，第一天穿旗袍，你好看，对啊，你好看吗？你知道他刚刚是讲的表情吗？他很真诚的讲我好看哦，小孩子不会讲骗话的。你叫什么名 ？Nothing。这样。Nothing。还行。这个以后要当偶像的好不好？哎呀，可爱哟。没有啊，这样比较帅嘛。讲你帅嘛，你自己帅嘛，帅啊！哎呦，帅哥在哪里？帅哥在哪里？哎呀，有够不要脸的，这谁叫你？你要我哪去改改？是拜神。个拜神。Let's go， 阿祖讲 Let's go。嗯。阿祖讲 Let's go， 阿祖你讲 Let's go。Let's go。不要啊，不要。哎呀，我要录，哎呀，我要讲。Let's go. Let's go. Yeah! 各位，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天后宫神庙拜拜。天后宫呢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去的，就是我是跟常勇去啊，然后今年没有办法。这个时间平时我的阿祖跟我妈妈他们会去在阿公的家，然后我就会去神庙拜拜。但是我阿公家现在有人确诊，所以呢我们就带阿祖出来。走走啊，深下呼吸，大家去改改。好 ，Let's go， 上车。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到神庙啦。阿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来走走啊。真的要烧哦，点火，点最后一个步骤。放进去就会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，烧很可爱，别三种哦，用完了。我们现在烧完香，然后现在去拍照，拍一个全家福的照好了。宝贝，帮我阿祖拍照先。作业。祖，耶！哎，笑，嘻嘻嘻。哎呦！各位，我们现在来进入拍照的时间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
There's a new day that will come again. 要吗？要这个吗？医美吗？美。娜娜，先医美吗？医美。阿肯呐，给你。啊，这样子对吗？开开心心最重要。哇，有人结婚了，我的红包呗。我还没有结。我的红包，给我红包。没有，等明年。大家我出现了，我头发怎么这么高啊喂？有什么想对所有观众讲吗？来些祝贺语，好不好？虎年祝大家。越来越长，对，发啦！头发坏了，上面紫色，中毒了啦！他昨天睡觉啊，那个枕头紫色，然后睡睡，然后摸一天这样子。给拍，不要拍我给拍啊！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看镜头，帅哥，你是帅哥吗？不是吗？是啊，哇，在我面前讲帅哥，长乐，别看人家帅哥，丢你下去，丢你下去，啊，去就问笑。要一秒收，你看专业的摄影师这样啊，一定有啊，再跑快啊，来，一二三笑，给我帅什么？帅的，我不要笑，好恶心啊！给你们看照片辛苦的背后真的很辛苦。跟你们讲，不会 B boy 的，就是要可以拍 B boy 照片的。一二三来。哦，如果要找我们摄影师呢，888一组照片，他也算是 CYP 的摄影师啊。我们一组照片是算一张，八八八，也贵。万事如意，一百万里，二，对啊，智商不够就不要讲了。三也讲不出。四五六七，六六大顺，七，八八。八八六十四，九，九阳开泰，是啊，我不知道。十全十美，十亿，我也是啊。你要知道我跟你讲话，老实。阿座阿座，可以。你记得伊叫你一句话无？老师。没有。老。老实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阿照差一点。教你一个比较短，蛮容易记的。老师，爸爸有两个口罩。老师，哇哇，你们这样子。老师，耶，对了 ，Happy New Year。没有长辈是讲老师对的。走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我要分开呀，你快点走，我要等你，你们要等我呀。哇，这天气好微微，真的很漂亮，很好看这边。耶，我们要走了，离开回去休息啊。哇，有没有吓到你们？今天涂了一个大红色的口红。今天是年初二，今天是个派红包的天。很多人就会讲还没有结婚，为什么要派红包？但是呢，我们就会觉得长大了有做工啊，然后就要给红包，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正常的，对我们家来讲都是很正常。今天就会派红包给我的妈咪、阿祖、阿公、阿嬷。OK， 我先要包红包。等一下我们呢还会去找阿公，顺便笑他一下，不可以过年。我妈咪在前面，阿祖也在前面，虽然阿祖听不懂我讲什么，但我还是小声一点，这样才有惊喜感嘛。然后我呢只包这四个长辈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他们照顾我。你有介绍穿搭，今天的穿搭是比较欧美风一点，我很喜欢这件裤子，哎，这绿色的裤子，好看吗？我的家太难拍东西了。OK， 等一下见，妞妞，抱一下妞妞，妞妞 say hi， 跟爱你 say hi。顺便给我红包，我的红包是谁？你还没有给我，应该给我。不给你，我把你赚那么多钱。你这么你是卖身啊，不要赚钱。阿正，这个是红包，好的。
开了，哎呀，开了。刚我有瘦嘛？你看一千。不会哦。很好，很好看。我们是这样子拜年，隔空拜年。刚就在那边，你比一个 love 给我就可以了。啊，你们两个比一个 love 给我们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这边比 love。耶！阿妈，你去比 love。耶 ！OK。Q 哦。阿公拜拜，这边拜拜。耶！阿公么？么？莫名的奇妙的来开箱，来开箱他们的新年衣。哎呦，很可爱哟！妞妞 come， 妞妞来我们穿衣。妞妞 sit， no， no， no sit。哈哈哈哈哈！噔噔噔噔，很可爱，呀，很可爱。妞妞，这是你的耶，贝贝你可以戴嘛，贝贝，如果你可以戴，我们就给你戴。哎，贝贝可以戴耶，啊，贝贝 ，you blackpink in your area， 你很 cute 呢，你是 blackpink 耶，然后再唱 blackpink in your area。今天年初三太迟起床啊，因为昨晚跟我妈咪打牌打太迟了。今天穿的衣服是，呜呼，看到了吗？是我的宝贝，宝贝 Lisa。喂，看到这个东西了吗？今天去好料哦。今天是懒惰化妆啊，没擦一个润色的口红而已，太懒惰了，真的卸妆真的太麻烦了。然后今天没有去哪里，整天都在家里。好的，鸟鸟跟大家来拜年了。你看今天不洗头油成这样，哎呦，你刚喝水是不是？啊，太冻！哇，这个虾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那么大个！各位要沾一个辣椒酱。我告诉我，快走！啊，拍到我了没？有啊。我拉喂。哦，我有个朋友看不到的。哇，很新鲜哦，很丑哎，满满的蛋白质。那时候还是看得到没？像广角的，你这个，嗯，你看，不是这个，吃一个饭，全世界远离我。哦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幸福哦，吃这些。你这个怎么顶哎？哇，哇，给我抓到一只这下子，排泄嘞。看下去哇，这个蛋大只，有看到啊？哎呦，开心！哇，这台我看上我来一定很爱啊，满满的虾膏，是要有胆固醇，有点高啊哈。辣椒，是不是 focus 不了？看到吗？嗯，我要拿一个蒸很多汤的，嗯。嗯，哇，明明正的好吃的，正正里面下面，哇，好吃哦！甜是不是？这个客家辣椒酱，客家爸爸教我的，好多了嘛。那么你还记得？你跟我讲一下子，我都忘记了。爸爸会煮菜了没？不会，不会还教你。年年初一，要做这个，这肉就下掉了。我是每年初一，我知道我的想吃，六。大家表演一个噔凤眼，看得到吗？耶，各位突然来了一个影片，就是呢，我之前就有去玩那个之前很火的那个 check DNA 的嘛，然后报告现在来了，我很期待，我现在跟我家人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报告。OK， view result， 全部都是英文，烦死人。我们来看。我是哪里人？来自印度。什么来自印度哦？不是，又是印度。不是，我有0.82%的 African 非洲人。哎，我的 Malaysian 只有0.04%哎，我的 Chinese 是76.04%，所以我是中国人。哎，我不是马来西亚人哎，妈咪，连1%都没有哎，是0.04%哎。好，我们看其他的。看这个人，你看。等一下，这个在倒立是不是？我可以换去中文嘛？哦，有有有，哎呀，早讲嘛，我那么辛苦。看一下我的性格特征，
我是有竞争型的人格，喜欢独自工作，哎，很准哎，不是跟别人一起的，缺乏责任感和重度依什么？重度依对，精力充沛，外向的特质，哇，很准呢。OK， 这句话需要念一下。利他主义指的是为他人的利益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高尚情操。Me，OK， 听得懂吗？你应该是没得听。你要睡觉了是不是？哎呦，看一下洁癖型。洁癖倾向不太可能。对，是确实是不太可能。易瘦体质可能不太瘦。什么东西哦？这个人有没有礼貌哦？乳房大小，妈咪，乳房大小可能较大。Hello， 蔡长勇，你有看影片吗？可能较大。对，讲我很小呀。OK， 各位观众朋友 ，DNA 表示乳房可能较大。OK。看到了没有？音乐能力有天赋，各位，我要做歌手，我要去做歌手啊！舞蹈能力正常水平，是哦。好，那我要去唱歌，不要去跳舞啊！哎呦，我的 IQ 较高水平啊，较高啊！各位，我是有智商的人，但是我的情商正常水平。好啦，确实没有什么情商。身体成分较高的肌肉量 ，Hello， 好哩，我们的报告看完毕了，是不是要开始打牌了？这个一脸就是想要打牌的样子 ，Good bye。